谢。首先，先让我好好看看大家。我手上那个奖杯，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，还有我和我1000多万的粉丝的。是金融吗？奖杯。首先呢，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我。好像啊。我和100多个女的演唱会。非常感谢大家。所以我只想说，只要我在这团里，明年那个王座还是橘色的。这把椅子就还是橙色的。他是 SH48 体美术的，怎么开始抽搐了？放呼吸，爱造戏，还好吧？知道歌舞天赋的差异有多么的巨大，还好我生在一个时代，这是什么时代呢？互联网，这就是自媒体时代。哎，能给我重新 P 一下吗？这披风有点久，才三票，要求这么多呢？是。少女都像星星，牵动彼此的心。稍等一下，我写了，哎，我的小草，我的小抄呢？此刻是惬意的幸福，将会被时间凝成琥珀。哎呀，流鼻涕了。谢谢大家。我命由我，我妈爱我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明年我升上天空再说。林淑婷，林淑婷，林淑婷。此刻是惬意的幸福，将会被时间凝成琥珀，永远珍藏在。永远珍藏在我们彼此心中。
你们和我加起来，哎呦，流鼻涕了。只要我们想做的，就没有做不到的。我命由我。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。郭爽，郭爽。等一下，请把灯光调亮一点。谁呀？是谁呀？这几年，我和我的粉丝风雨同舟，我真的很感谢我粉丝和我一起战斗，我的爽战队。给我这个名次，我们班哦不，我们班几票啊？几票？又没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今年的票数是2.83882，1.5票。谢谢。我知道大家很艰难，这1.5票。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今后我也会带领我们 SH48 走向胜利。灯可以开亮一点吗？我想要看一下就是观众。谢谢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现在这两年来，我和我的粉丝风雨同舟，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投了一票，谢谢我的陆战队，你们是最棒的，谢谢你们。口袋48的直播，但是
我还是要感谢 B 站粉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能不能亮一点？我想把大家都录进去。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投到这个好成绩。大家好，我是 B 站的 UP 主，我是一名偶像，也是一名 UP 主。谢谢大家，明年我的目标是殿堂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2 兼任 N3 的张鑫。五年了，我终于实现我的目标了。虽然是咪咕的直播，但是我还要谢谢我的 B 站粉丝。对，然后还要谢谢我的饭团们，谢谢你们。这只是我的开始，所以明年我们的目标是 top 16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